陶陶，你们又迟到。伙食办法不错吧？只要边走边吃早饭，我们就不会迟到。嘿嘿，你要来点吗？谢谢，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嗯，你不吃我吃。哎呀，糟了。哎，算了，只是个小包装袋。好好好，我去捞还不行吗？哎，我去。哇，这歌声太好听了吧。你在磨蹭什么呢？涛涛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天哪。哎，我能呼吸。是的，我们呼水可是有魔法的。哎呦，我也能呼吸了。哇哇，这就是人鱼宫殿吗？真壮观啊，但是我得走了，我朋友还等我一起上学呢，拜拜。喂，放我出去。门都没有，你被囚禁了。我干嘛了？你污染了我们宝贵的湖泊。我才没有，你别瞎说。你敢说你没有往湖里扔那个塑料包装袋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还捞它来着。哼，你们人类都一个样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可实际上就是你们破坏整个大自然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保证再也不乱扔东西了。再见了。别以为我会轻易放过你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们这些人类不知道往湖里扔了多少垃圾，最终扰了我们湖水的宁静，同时还诞生了非常可怕的怪兽。你没意识到你们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吗？我明白，要是有什么我能做的，尽管说。别担心，我们给你一个机会，纠正你的错误。兄弟姐妹们，把他带到牢里去，让他去消灭怪兽。哇哦！啊，先等会儿，我是回我说的，我是想帮你的，但我还要上学呢。我说你们不是认真的吧？你就闭嘴吧。我是说，我就扔了这么点垃圾，不至于弄出来个这么可怕的怪物吧？你们说。总得给我点什么武器吧？就一个大叉子。三叉戟是我们唯一的武器。涛涛，你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这哪冒出来的？赶紧给我拦住他！这大叉子你用的挺顺手的嘛。你快走，别管我。把大叉子给我。这不是我的。你怎么可以临阵脱逃呢？我们也没有办法啊。就是，我要是被吃了，
就没人帮你解决问题了呀。你要是有主意了，倒是赶紧说呀。丢了车轮子，他好像很不爽啊。你这小家伙，你得为这一切负责。你说的对，我肯定会帮你的，但光靠我单打独斗可不行，我们得团结起来。所以，谁和我一起上？淘淘，我在。好，还有谁？对付这个怪物，我们的武器一点用都没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首先，我们得把怪物引出来。喂，大怪物，来这边啊！这边。两个小家伙好像没我想的那么弱。先拖着他，我们再来想办法。现在还有什么计划？保命要紧啊！我想不出办法。我有办法了，你留在这儿继续引他过来。哼，为什么我总是当诱饵？喂，怪物，你要是有本事就来抓我呀。卡卡，你快点啊！不行，这太重了。我来帮你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。终于抓到他了，你们看，怪物被我们解决了。我万万没想到你们两个人类小孩解决了这怪物，我衷心佩服你们的勇气。不好了，这家伙竟然坚不可摧，太吓人了。快回宫殿里去。什么鬼啊！你这个臭气熏天的大怪物，走你！淘淘，你发现没？从咱们弄掉了那个轮胎开始，好像每弄掉一块垃圾，它就会变弱一点。那我们就把垃圾都捡出来，再放到湖外面，就能够彻底消灭它了。但关键问题是，它不会带着不动刃由我们处置啊。你一直说你们没有武器，但其实你有个杀手锏啊，就是你们的歌声。就是，你们的歌声可以催眠，不是吗？对于这种怪物，我们还从来没试过。但如果我们一起唱，说不定会有用的。各位兄弟姐妹们，跟我上！哈哈，我们得堵住耳朵了。现在该我们上了，清理垃圾，现在开始。小样，还是被我逮住了吧？怎么有这么多垃圾啊？我也是帮凶之一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们已经原谅你们了，还有卡卡，你的功劳也很大，多亏了你们俩，我们终于能过上之前平静的生活了。再见了，拜，再见。这么多垃圾怎么办呀？薇薇姐，帮忙，能把这些送到垃圾回收站吗？说不定还可以办一个展览呢，让大家能意识到环境的问题呀。你们俩的想法很不错啊。
我们得去上学了，但放了学我们就来。哟，卡卡和淘淘上学又迟到，怎么身上还是湿的？我们帮助美人鱼击败了湖里的垃圾怪，这是证据。你说这是个垃圾怪物？就这小包装？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小垃圾也有大危害。我们把湖里面的垃圾都给捡出来了，老师。爱护环境是好事，就不惩罚你们了。先去我办公室换身衣服，然后去上课吧。Oh yeah!